其实它不用外头的，我说直接往上上就行，往上两个螺丝，不用外头它这个不锈钢就可以了，它不用这个不锈钢实际就可以了。稍微系上，稍微上住一点，压下去。这儿啊，它不用这个外头这个不锈钢，光上螺丝就可以了，对吧？